没长眼呢！你们这些官差就这么横行霸道吗？好大的胆子！我看你活腻了吧！。小郎君，这伤得不轻啊，还需慢慢调养。小郎君万万不可，今日之战有关我大唐名誉，我又怎可临阵脱逃？如此只怕日后会落下病根啊。小郎君。先生，我自小体格健壮，无碍啊。舒玉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很疼啊？县主，小伤而已，担心什么？你看都已经好了。哦，这是平安符给你的，若是我能早些给你，你就不会受伤了。谢了。我出去符呢。嗯。没想到居然还有人敢上场送死啊！来谁都一样，干他！别理他们，到时候你们两个。
十七丑。哎呀，你这衣裳真好看啊！是啊，我挑了许久呢。啊！需求重得很，要是真的砸中那小孩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别这样嘛，古话说得好，此乃虽败犹荣。你是不是听不懂汉话啊？听得懂。这么小气。营桥那小子。我。对，过来啊。怎么了？太子令，阿施勒部所献宝刀一柄，赐予。哎呀，这个时候还戴着面具，成何体统？还不报上名来？